他为什么会印象这么深刻说这个是由另外一个女生披下来的这个貂皮大衣，就表示其实我们女生的内心对于某一些细节是坚持的，你不能让我们女生看到这一些可能后面 背景的是单纯的，可是当你女生看到某一些形象，比如说男生会觉得啊，他就冷嘛，啊，我这边就多一件衣服嘛，反正我没有要穿，我觉得不冷，我就给他披上去。对男生来讲是很简单，好像没有什么要想的事情。可是到女生的眼里的话，后面会有很多可能的故事。女人心海底针啊，我们很复杂的。